赵国武。老妹儿啊，老妹儿，我当初咋说的？别放他，别放他，咋着？出事了吗？吵吵啥呀？多大点事儿啊？还把你吓那样？再说了，那事儿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。那就算他是真的，那一群乌合之众能把咱咋的？啥玩意儿？乌合之众？只要有这个赵国武，我这心里面就不踏实。好说，大哥，我这就下山把他们给灭了。你灭谁呀？哎，你去，快去灭去！你灭一个我看看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赵国武现在是我丈夫，谁要是敢跟他玩阴的，别怪姑奶奶我跟他玩狠的。老妹儿啊，你把他当成你男人，他把你当成他老婆吗？知道赵国武现在干什么了？啊，他现在玩了命的训练民团，叫嚷着围剿咱山寨，想干啥？就是想把咱兄妹俩活捉了，游街示众，知道吗？别给我瞪眼睛！这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处理。小胆儿吧，你看。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那大嫂，我先走了。杀的要领就是要快、准、狠，准确地刺激鬼子的心脏，知道吧？下面我给大家做个示范，双手要紧握，双臂用力，杀杀杀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们来一遍，杀杀杀杀。停！快住！停！聋了？你再跟炸鱼的似的，我炸死你！我哎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都看好了，走！都不长眼，你们真的太快了。哎呀，干啥呢？哎，回头给我看看去。是是是是，谁在这捣乱呢？你干啥事？来，别动我，别动我，别动我！老子你是寻死不从，要寻我，要寻死不从，你别动我！是，谁来着？你干啥？啊？你就是新来的民团团长吧？别那么多废话了，你现在在影响民团训练，知道吗？我非但不是在影响，恰恰是在帮你们，是在帮全湘西县的父老乡亲。啥意思哩？跟那走，那走，快快跟那走，什么玩意儿？那张团长，你千万不能不顾湘西县的，你会害了他们的。这群乌合之众绝对不是黄麻子的对手，你会给湘西带来灾难的。一定要想住孔峰的主的话。这谁啊？这人叫孔立新，是这儿的留守校长。什么校长啊？算了算了，跟这种人不要计较了。哦，来接着练了。来，我受他的影响，听管我的。走！胖人呢？哈你，那就执迷不悟吧。还说，早晚会后悔的。你个瓜娃子，啪！执迷不悟，万古不华。龟儿嘞，孔眼镜儿，你龟儿嘞，又做啥子张门活路了啊？瓜戳戳的！哎，夏姐姐来信了吗？爬爬爬！你跟夏妹子有皮相干啊？爬远点儿。她是我恋人，
老子跟你说，老子的妹妹就是为了猪都不可能跟你。你忍也得忍，不忍也得忍，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史事。我起来怎么办吧？这个龟儿瓜娃子。我把你龟儿子丢碎了，好，下回见他一回，丢他一回。杨队，杨队，训练吧。上，多使点劲儿。上，赵团长。上，赵团长。赵团长。上，来嘛，来嘛。上，上，上。哎呀，哎呀，人事桩桩全靠医生。哎，你堂堂的民团团长，哪个能够不得一身合身的军装呢？起来点，高点。说句实在话，赵团长，哎，你这个身材啊，绝对就是天生就是给军人生的。哎呀，你看。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，再加上我这一身军装啊，那简直是英姿飒爽，威风凛凛，大将风度，不同凡响。真别说，挺合适，绝对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呢？你开玩笑，我干裁缝都三十几年了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一个人从我面前一过，我就晓得他的身量尺寸。哎，不要说人，就是飞过去一只苍蝇儿。我都晓得他的脚也好长，厉害厉害啊！嗯，多少钱？我把钱给你。哎呀，不说钱不说钱。哎呀，我们两兄弟提前就熟了。啥意思啊？贿赂我？不是。赵团长，你莫误会嘛。我是想跟你谈一桩生意。谈生意？对，来来来，赵团长，坐。哎，你说吧，赵团长。我也晓得你这个人呢是无功不受禄，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。说吧。我前两天啊看你们民团在那儿训练，说句实在话呢，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啊。你看你们民团那帮人嘛，哎呀，穿些长袍马褂的，要好难看有好难看，乱七八糟的。说实在话，要是外人看到啊，你们真的是比人家土匪都还不如。行了，有话直说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看你能不能想点办法哈，把你们民团这帮人啊都换成跟你一样的军装。你想哈，那是啥子感觉？全部穿的整整齐齐的军装，哎呀，走在乡亲的街上，哎，啥子感觉啊？要好威风有好威风啊。你想哈子，到时候啊，你们再去打那个黄麻子，说不定啊，还没打起来，黄麻子一看，哦呦，这帮人穿的那么漂亮，嘿，还没打，黄麻子那个脚都转筋了。行了，这也是啊，统一制式的军装在作战的时候，确实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震慑力。对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给你。哎呀，赵团长，你那个说就没得意思了噻。真的，我真没那么多钱，除非打下黄麻子，我才有。这样，你这衣服多少钱？我还有。不慌。弄个，等你把黄麻子打下来了，到时候一起算啊。我信得过你，信得过。那你这衣服多少钱一件啊？你放心，我绝对是按成本价给你，2块。多少钱？2块钱？你抢啊你？不是，赵明长，啥是抢不抢的嘛？我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啊！你看我这个衣服做的如何？你看这个料子啊，再看这个做工，那绝对是一流的呀！你放心，到时候你们民团那帮人绝对每个人穿的都和你身上穿的一模一样，可以噻？行，我要80套。80套？哎，对，多长时间能做好？80套，3天。3天？哎，
你不是糊弄事儿吗？三天你能做那么多套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赵团长。那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定了，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要得，你忙你忙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，这是赵魁梧亲口跟我说的。一套军装一块钱，一百套军装就是一百个现大洋，一百个现大洋我净赚50个，哎呀，赚的太少了。哎呦，死鬼，你还挺能算的。哎呀，红娘 啊，我们家里头还有好多钱啊，你要干啥子？哎呀，你要想鸡生蛋，你要先养只鸡噻，对不对？你要住军装吗？你要先把本钱垫进去嘛。赵哥，我没给你钱啊！哎呦，没给你钱就敢做这么多军装，万一到时候他赖账咋办？你恁个说人家就没得意思了。人家是哪个啊？堂堂的国军云长，现如今民团的团长，人家会赖你这滴点账啊？再说了，就算是他赖账，那还有他哥哥国文噻。跑得了和尚，我还肯信他跑得脱庙。是是是。哎，我说，去给我泡一壶山花来。啊，好，马上就来啊。哎，我说，你多喝两瓶茶叶哦。龟儿抠得很。再婆娘，你心儿讲，全然不听副组长。你来看，对门子杀鸡又等旁，邱大少爷还在唱卧龙岗。灯影口背你牛皮样，老子要打你呀，鸡棒棒，老子要打你鸡棒棒，鸡棒棒。起来，起来了！让你们站岗还是让你们睡觉的？哎呀，团长，我们也没站过哨啊！赶紧回去睡吧。嗯，走。你就是这么迎接你媳妇儿的？你来干什么了？心灰意冷的，不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。你别来这一套了，你干啥呀？你来，赵国武，你少在这给我装糊涂啊！你当时走的时候你咋说的？你说你下山办事就需要两天，今儿第二天了，我就是过来问问你，你啥时候跟我回去？我压根儿就不想回去。哎，赵国武，你敢骗我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山上的事儿都是你们逼的，不算数。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？咱们两个之间不是有没有感情的问题。是根本谈不上感情，懂吗？你真的要带着你那些烂民团剿我们山寨吗？没错。也包括我吗？对。是因为救梦喜妹吧？为了她杀我。跟他没关系，剿灭山匪，护县安民是我们民团第一责任。那行，那我在山寨等着，等你们来剿。
威。说啥呢？想说啥呢？啊？赵国武，原来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介莽夫，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你是个道貌岸然的阴谋家，伪君子，真小人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大家伙千万不要再上当了。赵国武和土匪黄麻子早就有勾结，他在故意下套让恁钻来。龟儿子胡说八道什么的？我没胡说，我亲眼看见你和黄麻子的妹妹在一块儿，敢不敢承认？理屈词穷，无言以对了吗？就在昨天晚上，我亲眼看见赵国武和那土匪部在操场门口聊得热火朝天。昨晚上，团长真的匆匆走出了操场，这我们两个亲眼看见了。对呀，我们俩是真的看见了。看见啥了？看见了？你们相信我还是相信他呀？你都听见我说啥了？你说给大家听听。具体说什么我没听清楚。没听清你在胡说八道啥呀？不过我听见你和他聊什么丈夫感情的，承认吗？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搞了半天，人家是土匪伯的丈夫，有感情啊。谁是土匪伯的丈夫？真真正的丈夫。张贵妇，你们兄弟两个跟黄麻子官匪勾结，拿我们当幌子骗上头的钱，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嗦？兄弟们，他是拿我们当鱼食，好了，黄麻子把我们一网打尽啊！什么一网打尽啊？你别听这个官儿子瞎说八道，那都是误会。赵国武，阴谋家，伪君子，真小人，勾结陕北土包不归。你还是去跟你那土匪婆去摆感情吧。嘿嘿，团长大人，你自己慢慢耍。我们不陪你耍了，我们也不当这个瓜娃子了。站好！不要！赵天江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，回来，快点！听这瓜皮瞎胡闹啥呀？老子再跟你们说一遍啊！我没骗你们一分钱，也没跟黄麻勾结，我跟黄飞燕任何关系都没有。那赵团长。评书上说的，关二爷跟张翼德古城相会，关二爷为了证明自己清白，把蔡阳都杀了。你要是能够证明自己清白，你就把那个土匪婆娘也杀了，我们就相信你。就是，好，我今天晚上就带着你们去剿黄麻子，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今天，今天晚上。听说今天晚上你要带人去打黄麻子，啊，那个大的事情你不跟老子商量一下？当时都逼成那份上了，哪有功夫商量啊？那帮瓜娃子，那哪是黄麻子的对手啊？黄麻子也就那么回事儿，我们半夜发起攻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应该没问题。你服了？那帮瓜娃子，你以为是你以前手下带过的兵喽？还措手不及？听到枪响，咱们腿都吓软了，还有尿裤子的。那咋办？话都已经说出去了，把命令收回来噻。不行，军令如山，你以为儿戏啊？那个，今天晚上老师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啥呀？你一个书生冲锋陷阵的，你去干啥？冲锋陷阵老师不行，关键的时候给你瓜娃子提个醒还是可以的，就那个办。干啥去了？散心去了。散了一晚上心啊？管我呢！找赵国武去了吧？哎呀，老妹儿啊，你把哥急死了！你说多危险啊！你哥现在心还扑通扑通跳呢，你说你这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咋整？我就不知道你担心个啥啊！我下山找我丈夫去了，这能有啥三长两短的？啥玩意儿？你还把他当你丈夫啊？我跟你说，这瘪犊子玩儿马上就要偷袭咱山寨了，就在今天晚上。怎么可能啊？他哪有那本事啊？你别说你不信，我都不信。但是这事儿啊，千真万确，我专门派老外进城打听的，他亲耳听见的。赵国武已经计划好了，就在半夜偷袭咱山寨。我丑话说在头里边，
今天晚上我跟他赵国武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老寿，别怪你哥翻脸无情。把门关上。夫人，你现在就找个理由下山，把这个交给湘西民团团长赵国武。夫人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给他东西的时候别说是我让你给的。那说谁？就什么也别说了。好。二当家的，去哪儿啊？去给夫人买胭脂。我房间有，跟我来拿。二当家的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二当家的，饶命！向右看去，向前看，放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怎么少两个？哥，你花名册给我。报告。说。报告团长，是顺娃子和吴鱼头，他们两个傍晚的时候悄悄走了。走了？为什么不报告？他们两个说回去准备什么武器啥子的，要保密不让我说啊。故意而立，肯定是临阵脱逃喽。仗还没打就临阵脱逃，必须军法处置。来了，干什么去了？拿东西去了。什么东西？红天炮啊。什么红天炮啊？你看这里边装的都是黑火药，我还往里掺了点铁砂跟那个辣椒面，把这引信一点，嗖的一下飞出去，哎，那威力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，阎王老子见了都要抖三抖了。哎，就是，真好使吗？我这可是祖传下来的，传男不传女。我爷爷跟我说，他爷爷给他讲，当年戚继光打倭寇的时候没有炮，用的就是这东西，把狗日的倭寇炸得屁滚尿流的。恨不得爹妈多生一副鱼鳃，潜水里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要是真的有用，把黄麻子的山寨打下来以后，老子给你记大功一件。哎，有的有的。哎，等等，给我要记功不？也有。行了，赶紧入列。哎，入列。来，哥，叫上那个孔立新啊。就他干啥总？我让他看看老子怎么剿灭黄麻子的。出发。赵科长，赵科长，你来干啥呀？哎，那个我找你哥有点事情。三儿，你去把孔校长叫来，一起去。要得。哎，赵科长，你先别说孔校长，先把我的事情说好的。你啥子事哦？赵科长，你打黄麻子怎么不喊我呢？我跟你说干啥子？哎，你那个就没得意思了噻。哦，你打不过的时候你就想起我了，你现在要分钱了，你把老子忘了嗦？你去没得啥子用噻。没得用？好，赵国长，老子帮不到你，老子还整不到你嗦。老子现在就回去念咒，看你打得过不。你去念，老子有鬼舞，还怕你？哎，老子
老子跟你说，老子现在就上山。上山干啥去？老子这个黄麻子通风报信。你等得起？哼！你龟儿子！别拉我，我自己会走。肚子等着呢，快动我！走啊！团长，工箱上请人，留来吧。哎，赵国武，你有心什么？那我就正好看看你怎么带兵打仗的。你有气的劲儿。大哥，都准备好了，发话吧。兄们，今天晚上不比上回，上回只是听讲不要命，今天想也得听，命也得要。是。尤其是赵国文、赵国武兄弟两个，谁要是能把他们带回来，不管是死活，老子重重有赏。好。大哥。明白，保证让他人头落地。大哥，我留下来保护你吧。你大哥又不是纸糊的，没事儿。出发，兄弟们，出发。哥知道啊，你心里边不痛快，但是这事儿呢，哥不能由着你。事关咱们山寨的兴亡，谁说也不好使。我知道。那跟哥到屋里边喝两杯呗。不了。哎，那你干啥去啊？困了。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老妹儿一出屋，立马告诉我。是。西妹子，我没事儿，我喝点酒。你这盯着我干啥？我陪你喝。你哪会喝酒啊？我家几代人都是酿酒的，你说呢？好啊，哎，咱们一块儿喝，我给你倒上。哎，干！干！
那你还挺能走啊。怎么了？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要跑5公里。你还上过大学呢？小砍人，没读过书，我能这么出口成章吗？只不过没有毕业而已。为什么呀？本来俺在大学好好读了俺的日语专业的，没想到抗战爆发，俺就回老家探亲了。至于怎么回的湘西，哼，懒得和你说。姐的，我真没想到你还挺能喝的。来，干了。还喝？还喝？行。你干！快点！快点！姐的，我今天真高兴。第一，你能陪我喝酒，这是我黄麻子三生有谊。不对，是十倍的生来的福气。第二，今天晚上老子要打一场大胜仗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姐，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也跟你说，老子啥也不瞒着你，就今天晚上这场仗，老子干的就是赵国武。兄弟们，听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动。好。怪物，怪物，小点声啊！不是，要不我们歇一会儿算了，大伙都累惨了。不行，不能贻误战机。谁？哎，土匪婆娘，就是他。黄飞啊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来看死尸啊。哎，土匪婆娘，不要乱说，我半夜三更的。这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你别不阴不阳的，到底来干什么？你们这群人马上就要变成死尸了，我就是提前过来看看。黄飞燕，有啥子话你跟老子明说。哦，对头，你那么说就没得意思了哈。是人说人话，是鬼说鬼话。会叫的鸟还挺多啊。你们再往前走2里路，有一座山，山坡上，小白龙正带着几十人架枪等着你们呢。不信，你们走走看。走。哎，站住！我跟你说过了，谁敢拦我剿匪，我就对谁不客气。没抓你已经给你面子了，别没事找事儿啊！跟我来，干！哎，能看看，能看看！我说么来着？赵国武就是和土匪有勾结，搁老子他，真当咱们是瓜皮啊？那个土匪婆还能背着他哥给咱们通风报信？对头对头，说不定啊，他就是黄麻子派来的疑兵。那个兵书上说，哎呀，啥子兵书上说？哎呀，人家说不定这个土匪婆娘给宠了这个男人，大义灭亲呢。哎呀，灭个串串的亲哦。好了，都不要乱扯了。鬼武是啥子人，你们都不晓得。这个赵鬼武啥子人，我们还真不晓得。把手放开，有话说。你们回去吧，不是我哥对手。老子就不信这个邪。你们要想赢我哥，就跟我走。山后有条密道，直通山寨，我哥就在山寨里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就凭我是你媳妇儿。你要想赢我哥，就这一个办法。你不怕我杀了他？所以我有个条件。说。你不许伤害我哥。我哥不是十恶不赦的人，否则你们这些人早就没机会了。你把他制服，他也就真服了。我不想他一辈子当山匪。爷子，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，就这种玩意儿，当初你是咋看上他了？啊？你喝多了。我
老子没喝多，没多，我还能喝呢，你信不信？麻子，黄麻子，鬼舞，你真的相信那个黄飞燕？现在摆明了，土匪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了。如果黄飞燕说的是假话，他没必要拦咱们。能够说倒是有点道理，他们要真是有埋伏的话，我们就惨喽。对头对头，这样，哥，你带着兄弟们从这儿绕过去，天亮就能到山寨了。对他们发起佯攻，给我创造机会。好，你个人要小心哦。走，来边，走走走走走。妈的，怎么还没来？三公，我看赵鬼舞他不会来了。谁报的信儿？老外。瓜皮，那个瓜皮喝点酒，满嘴跑火车。他还说民团会过来，天都快亮了，连个球都没得看见。要我说，还是先回去吧。山寨里只有几个弟兄，二当家的和大当家的，怕是有危险。撤，快撤快撤！哎，赵科长，打不打？打不得。动不动手，等鬼舞的消息。就在这儿了。从这个门进去，里面没有人。等等，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。不许伤害我哥，不许杀人。寨子里有事吗？嗯，没事儿。怎么样？都莫急，等候鬼舞的佳音。还等他嘞？他说人家埋伏咱呢。切，等啥子呢？信号，打！